拆一个这个虎骨鸡爪，剪一下，打开了。满满一盘子，我这大盘子可大了。它是酸甜的，然后辣，酸甜辣。一点也不腥。尤其这个我刚从冷藏里边拿出来，就是这个季节吃太爽了。这个你们收到之后冷冻保存啊，然后吃的时候拿出来解冻就可以吃了。